阿弥陀佛，顶礼根本传承上师，顶礼历代传承祖师，弟子莲花成主感恩根本传承上师慈悲法驾大马，为大马密种主持成立庆典及主持莲花生大事护摩法会，为国为民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谨代表大马密种热烈欢迎及感谢我国地方政府及防务部长达杜陈祖牌博士为今天早上的莲花生大事护摩火宫主持开幕典礼，也必须要感谢尊敬的我国卫生部长达杜蔡瑞明律师为今晚上谢师晚宴主持开幕，也必须要感谢尊敬的我国副旅游部长拉杜邓义环，也必须要感谢我国国内贸易部政务次长拉杜陈才和，我国各政府部门领导，我国各家报馆杂志领导及记者们，善信大德亲临护持法会，非常感谢功德无量。我也谨代表马来西亚政府中密教总会热烈欢迎及感谢来自全世界的上师、教授师、法师、助教及真佛行者。我谨代表马来西亚说声马来西亚爱你。我在这里也必须要感谢马来西亚70个道场、2000多名的义工，发挥真佛大家庭的精神 ，Malaysia Boleh 的精神，创下了真佛宗创世纪殊胜圆满的法会，功德无量。接下来谈谈法会以密教祖师莲花生大师为主尊的因缘。记得在1998年马来西亚面对拉尼娜风灾的当儿，祈求圣尊慈悲指点化解方法，圣尊指示挂莲花生大师唐卡修莲花生大师法，密宗因而带动全国各道场主办莲花生大事法会及同修莲花生大事法，以共同的愿力祈求莲花生大师佛光加持，化解拉尼娜风灾灾害。最后马来西亚拉尼娜风灾只是轻微的影响，感恩圣尊慈悲，感恩莲花生大师佛光加持。马来西亚这几年来面临天灾人祸连连，有如烟害、拉尼娜风灾、
经济风暴、猪瘟等等一而再发生。此次借大马密种成立因缘，祈请圣尊亲临主持伏魔火宫。莲花生大师与圣尊拥有很深的因缘。莲花生大师是释迦僧弥陀与观音心三密合一金刚印化身，根本传承上师得到莲师的尊传，弘教最高无上大法大圆满法。在这我仅代表密宗感恩密教大成就者圣尊亲临主持莲花生大士护摩火宫，及弟子由此殊胜因缘，代师传莲花生大士最圣宝习真怀诸法。今天让我们以共同的愿力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政府行者精进修持，明心见性，自主生死，寄生成佛。莲花生大士最圣宝习真怀诸法，习斋真意，怀敬爱，诸降伏。习真怀诸法呢，可根据所需分开个别修持，或者是共同修持。习真怀诸法口诀主要在于观想、持咒、手印。那修习真怀诸法，手印那持手印，然后观想莲花生大士趺坐于莲花月轮之上。莲花生大士头戴宝冠，身子是粉红色，右手持杵，左腕夹着三叉杖，身披红袍锦衣，周身放金色光华，相貌圆满如佛，端坐莲花叶轮之上。其左手托天灵盖，盖中圣宝即甘露。观想清楚后呢，我们再观想莲师心轮显现，白色的红字放光，再观想莲师顶现白莲三十二瓣，白色的莲花三十二瓣，莲花上叶轮翁白色的翁字放白光。观想清楚后呢，我们祈请莲师住顶，观想莲师莲花的梗插入我们的顶窍，莲师适宜甘露，甘露充满全身，行者呢得清净消业障。第二个观想法呢，也可以观想莲师宝冠，观想很清楚莲师的宝冠，也可以消除业障。根本传承上师慈悲开示，如果我们真佛行者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够观想得很清楚莲花生大士的宝冠，那这能往生莲花生大士金刚界的净土。
那我们再祈请莲花生大士消罪障，勤气系成金刚萨，意思是娑婆世界呢都变成了金刚世界，整个虚空呢都充满着金刚杵。那我们也可以念莲花生大士心咒来祈求，我们可以念嗡阿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热令某某某业障消除吽色，来祈求我们业障消除。那咒语呢，嗡仙达姆咕噜呀梭哈，嗡仙达姆咕噜呀梭哈，嗡仙达姆咕噜呀梭哈。那这次习斋法，习斋法供品呢是以白色为主，那修真义法呢，真义法同样的，我们观想莲花生大士趺坐于莲花叶轮之上，那真义法的手印有两个手印，首先这是第一个手印，然后我们转第二个手印，第一那么转，这是修习真义法的手印。那我们观想，观想莲花生大士趺坐于莲花叶轮之上，那我们观想莲师心轮现黄色的吽字，习斋是白色的吽字，那么真义呢是黄色的吽字。那么再观想莲师几轮，几轮显现黄莲六十四瓣，六十四瓣的黄色莲花，莲花上宝中刺黄色的刺字，种子字，黄色的刺字红字，刺字种子字呢放黄光。我们再观想，观想莲师左手托天灵盖，天灵盖中圣宝，莲师圆满二支，二支就是两种的资粮，就是财、金银珠宝或者是地。那么我们观想，观想莲师的左手托天灵盖，盖中圣宝，那么从这个天灵盖中施以我们行者所祈求的一切。那我们再祈请莲花生大士圆满二支，勤气系成宝身煞，整个娑婆世界变成七宝庄严，有如西方极乐世界宫殿宝。那我们也可以念，我们可以持莲花生大士心咒：嗡阿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地热令某某某圆满二支事业成就吽色。真义法，我们持咒：中目不睁，咕噜呀梭哈；中目不睁，咕噜呀梭哈；中目不睁，咕噜呀梭哈。然后供品呢是以黄色为主。那修敬爱法，敬爱法的手印。那我们观想莲花生大士
附着于莲花叶轮之上，莲师心轮显现红色的红字，那喉轮呢现红莲十六瓣的红色的莲花，莲花上日轮处理中指字处理放红色的光。我们再观想莲师双身的莲师，右手持杵指示印，祈求敬爱承办。我们再祈请莲华生大士摄四信，摄招四信众，情气系成莲花煞，观想莲花世界，整个虚空充满着莲花。那持咒，舍瓦辛布鲁亚梭哈，舍瓦辛布鲁亚梭哈，舍瓦辛布鲁亚梭哈。那同样，敬爱法也可以持莲华生大士心咒：嗡阿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底热令某某某与某某某恋爱成伴吽色。嗡阿吽贝扎咕噜贝玛悉底热令某某某家庭和和吽色。那敬爱法呢？供品呢是以红色为主。那修降伏法，降伏法手印持在胸前，我们观想莲花生大士附作于莲花叶轮之上，莲师心轮呢显现青色的红字，那么在观想莲师的密轮显现28瓣的绿色的莲花，莲花生大士密轮显现28瓣的绿色的莲花，然后再观想剑上沿啊，这一支宝剑上呢有黑色的红字放黑光，那么再观想莲师的天杖，莲师的天杖呢降服内自己外厌敌，莲师的天杖有三个骨碌头呢也代表行者的贪嗔痴，我们贪嗔痴消除，身口意清净。那这是降服内自己外厌敌，也就是降服小人。那我们再祈请莲花生大士破敌魔，情气系成事业煞，那观想这个宝剑庄严，整个虚空中显现充满着宝剑，宝剑一出一切即成。那降伏法持咒：吽玛拉雅呗，吽玛拉雅呗，吽玛拉雅呗。那供品呢是以蓝青黑色为主啊，这就是莲花生大士最胜宝习真怀珠法的观想持咒手印。那此次密宗借成立庆典的因缘，那也借着传法的因缘呢，特别也设计了一套彩绘的莲花生大士的金身宝冠天杖，以大众结缘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根本传承上师慈悲，也为这2000套的莲花生大士特别加持，希望呢正佛行者都能够请购。那愿在座的每一位呢，那都能够修持，都能够精进的修持，皆能成就。那么最后呢，我再次的感谢根本传承上师，此次佛驾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真佛宗密教总会主持成立庆典，也亲为莲花生大士护摩火宫亲自主持。那最后呢，也再次的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尤其是感谢在外的，在这个 Putra Stadium 外面的那些不能进来的我们的真佛行者，感谢诸位的扶持。那也祈请根本传承上师能够补充刚才弟子讲的不足的地方。 Om Mani Padme Hum。